看看新闻网。说到近日的文艺界呢，可谓是喜事频传。在郭晶晶、杜德伟相继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之后呢，另外的一位体坛名将，马来西亚的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李宗伟呢，也于近日呢举行了婚礼。中国羽毛球教练李永波、运动员鲍春来等人呢，也是纷纷前去祝福。此外，47岁的香港男演员钱嘉乐呢，也终于要迎娶相恋多年的汤盈盈了。不过这伴娘团一关啊，可不好过了。另外，内地男演员王雷呢，也向女友于小萌正式求婚了。在林丹和谢杏芳喜结连理之后，林丹的好朋友、好对手，来自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名将李宗伟也结束了长达11年的爱情长跑。11月10日，他在吉隆坡会展中心迎娶女友黄妙珠，而新娘同样也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。晚上8:15，新郎挽着新娘的手款款入场，李宗伟身穿白色西服，佩戴黑色领结，看上去神清气爽，而新娘黄妙珠则身穿一袭白色婚纱，美丽动人。随后两位新人第二次入场，李宗伟换了一套黑色礼服，而新娘则换上了大红色婚纱。在进行了切蛋糕、开香槟等庆祝仪式后，李宗伟将新娘紧紧拥入怀中，献上深情一吻。据悉，李宗伟的这场婚礼邀请了超过1800名宾客，场面相当隆重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虽然他的羽坛好友林丹、谢杏芳夫妇没有亲自前去送上祝福，不过在婚礼现场，媒体记者却发现了中国羽毛球队主教练李永波、前国手鲍春来以及印尼羽毛球名将陶飞克等人的身影，而香港乐坛组合曹猛也亲临婚礼现场，出任婚宴的表演嘉宾。